播咩節目啊？林林就係講緊阿白姐姐嗌離婚喎，冇人 check 嘅喎，點算啊？點睇啊，多達？佢應該自己問自己啦，佢年輕嗰時成日教人離婚噶嘛，係嘛？盡訴心中情啊嘛，鑊鑊教離婚嘅，係咪先？哇！佢離婚好啊，阿坡仔啊精神啊，即刻走去新界燒炮仗啊！坡我相信包佢。點解燒炮仗？嗰啲嘢都好難頂嘅係嘛？講埋真啲都嚇。呢件嘢啊，社會自有公論啦，我哋都唔適宜講，因為我認識佢好耐。嗯。嗰時喺雪廠街嗰間咩？嗰間日本菜，我有個 model， 香港首席嘅 model， 約埋佢同我食飯有好多年。但我睇到網上有個網台貼佢嗰啲微博嗰啲文啊。你唔識中文喎，呢個才女又好似唔識中文，寫到亂曬龍，唔知啊，唔知係咪佢寫，佢自己啲人賴佢寫啦。世界好搞笑噶，但佢香港好多啲奇形古怪嘅人物嘅，有機會作個講啊，好啊，有機會作個講。